陆军第三士官学校预备士官第六期学生毕业典礼是在今天上午隆重举行，由军防部司令官主持，军门、军政各界首长和学生家长应邀观礼。在典礼以前，司令官首先教育了这支雄赳赳、气昂昂的士官学校学生队伍，然后在典礼中颁发了毕业证书，并且为成绩优良的王正辉等前四名学生颁奖，佩戴士官官阶。他也致辞训勉全体毕业同学要贡献所学，报效国家，做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现代革命青年。